这哪里不雅呢？他也没给弄出来，是吧？有个小视频给出来了，就是这里，穿着旗袍啊，竟然坐姿是这样的坐姿啊，这个视为不雅啊。《吉姆新闻》报道，2月22日，有网友质疑沪商阿姨茶杯图案上的女子旗袍开叉过高，坐在椅子上撩起了后片儿，露出了大腿根部。对此，有网友认为旗袍就是这样的，只不过开叉有高而有低而已。也有网友认为旗袍高开叉是没问题的，但坐下去把屁股后面的后片掀起来了，露出了臀部就不雅了，啊！上海的一家沪商阿姨门店工作人员向《金木新闻》记者介绍，网传的茶杯，他们此前使用过，是一款茶饮的专用茶杯，已经用完了，目前店内没有这款杯子。另一家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，他们也没有。后面还有没有不确定。二十三日，金山区市场监管局租厅啊，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，将会介入调查此事。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全下岗、全下课才好。这是吃饱了撑的，闲的无聊啊！啊，评论：闲的没事干了吧？什么都会。管只会害了你们，吃的太饱了，撑得慌啊！这是，闲得难受啊！我都不敢想，这是2023年，我以为大清又复活了啊！你们都是阿富汗留学回来的吗 ？OK，拜拜。